举手发言抢答。抢答时间，答对的礼物很特别。好，我到了马铃薯，你就用青菜、蔬果来让大家，如果有答对的，我们就送一颗苹果或者小黄瓜，这样让大家感觉说，哎，我可以拿到这个青菜，然后晚上我马上就可以动脑筋把它煮好。新店慈利志工举办七月吉祥月社区茶会活动，推动蔬食活动有趣，也带动大家如何动手做。蔬食很好吃，我觉得让自己 DIY 是有收获的。更不忘推广减塑爱地球，在生活中一定要落实。一个环保袋大概三到五个的塑料袋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都会放在我的那个背包里面。同时邀约中医师来说健康，还有体适能老师来带运动，让大家的生活更加健康，日日都会是吉祥平安。台湾新闻真善美志工郑春燕、高全发、谢荣祥台报道。